禀都主，宁夏有飞鸽传书。好，念来。是。发现一童，奇异超凡，酷似嫌犯，现居飞沙镇，如何处置？望大人定夺。好啊。 大家食不甘味，日夜忧心的霍根，终于被我找到了。星儿，舅父，有何吩咐？你立刻率领内场，向施暴四大高手进行刮满抄。刮满抄？ 这只是对孤儿寡母有必要这么劳师动众吗？听说朱振藩造反的时候，有一张用血写的檄文，上面写满了咱家的罪状。直到他父子被处决，也没有出现。咱家怕被万岁知晓，所以宁可错杀。 不可错放！狸猫胆子，嘞，两下子，狸猫胆子嘞，两下子。大人都让一让，哎，让一让嘛！哎，大人都让一让。哎。 下这招，那你就没棋了。将军，哎呀，这小孩子说的有道理啊！刚才这孩子都说了，你还没发现呢？啊，老朽贪财了啊！哎，这棋明明是赢的棋，怎么会输呢？哎，手谈论兵马，心谋战群雄。我给你下一盘。 娃娃，哼，这可不是你玩的。为什么？这是要赌输赢的。赌输赢？赌什么输赢？下小赢大，赌一赔十。你有本钱吗？嗯。哎，那这样好了，有兴趣的人替这孩子凑几门，怎么样？ 这孩子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是不是有调皮，出去玩去了？不是，孩儿去下象棋了。什么？让你念书，你怎么跑去下象棋呢？不对，下象棋还能赚钱呢。什么？你去赌博了？不对，是人家跟我下棋，人家奖赏给我的。 孩子呀，你以后再也不能这样了，听见了吗？是。娘跟你说过，只有好好读书，对你才有用。
下象棋是没有用的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没忘，先生教我的我都背会了。真的，真是娘的好孩子。娘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喜欢下象棋，你可以去找那个会下象棋的吴半仙教你啊。哎呀娘，他那一手盲棋啊都输我好几次了。真的吗？你有那么厉害吗？当然有啦，娘，我都不好意思再赢他了，只好去找别人下喽。真是好孩子，要是你爷爷和爹还活着的话，看到你这么聪明，该有多高兴啊。根永绝后患，那我就来个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让他防不胜防。您这是猴子骑骆驼，高啊。走。给娘吧，你去温习功课。我来收拾吧。傻孩子，这些做饭呐、洗碗呐、洗盘子都是女人家该干的事儿，你是男子汉，你不用干啊。可是先生说过，有酒时先生壮，有事弟子扶妻劳。可是娘不是先生啊。但您是长辈，何况也累了一天，这点小事就让孩儿来吧。但是娘啊，怕耽误了你的学业，花不了多长时间，娘您就放心吧。哎，顶子，顶。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孩子。讨烟檄文，烟患刘瑾者，自恃龙宠，专制朝权，盗琴逆诗，摧毁祖宗基业，孤为拯救，生民急痛，亦不敢辞，愿效太宗皇帝之伟业，举义兵以清除君侧。娘，孩儿给您沏的茶来了。手残论兵马，心谋战群雄，秤上慢硝烟，局中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哎，让一让，哎，哎，大家让一让，哎，人呢？吴伯伯，是你啊。小少爷，下棋是一种雅兴，人家有事就算了，何必强求呢？好吧。棋艺乃属小技，供娱乐消遣，小少爷所学的应该是大人之道。什么是大人之道？所谓大人之道，就是治国平天下。小少爷，这才是你应该追求的目标啊。那不是当官人所需要管的吗？我只是个小孩子，哪里能管那些大事。
没错，你是孩子，可你是一个读书人。古人有云，事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，这才是小少爷你该追求的。先生曾经跟我们说过这句话，你知道是啥意思吗？这个意思是，做一个读书人，他的志向不能不远大，因为他的任务很重要，道路也非常遥远。很好，你就要这样。今天就这样吧，啊！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厉将军，小少爷回来了吗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，魏将军？看你这么紧张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集市上来了燕尼爪牙，还有一个奸细和他们嘀嘀咕咕，我觉得十分可疑。莫非我们的行踪暴露了？严妮耳目众多，我们不能不防啊。那我得赶紧去找鼎儿。少奶奶，鼎儿我去找，你先收拾一下细软，万一真的露了馅儿，咱们得马上离开。那辛苦魏将军就是他。认错了，后面这个才是闯空。你眼睛哭屎了？你怎么了？我来了。这才有点意思。这姑娘是何方神圣啊？
我的脚啊！马行成日字，别腿不能前。小鬼，拿命来！大象飞过河，来时是难挡。来者何人？常未办案，你也敢管？眼你爪牙，你不配问我身份。吴伯伯，幸好车能倒王驾，营救得及时。一军石子寒，双炮难招架。吴伯伯，攻防要兼备，不特杀气盛。治乱营，别分身，当心你右边。第二，快跟小少爷走。那你呢，爹？别管我，快走。走。他们想脱身。这小孩有点意思。你们看挺好。去呀、啊！是，大大头。田正，早就溜之大吉了，连个小孩都对付不了。啊，你说什么呢？别吵了，快追吧！九千岁要怪罪下来，你我谁也承担不了。走。孩子，娘，怎么了，孩子？我的同学建平在大马路上被人杀了。是吗？那你呢？你没事吧，孩子？我没事，幸亏有吴伯伯和晶晶姐保护着我。谢谢你们了。应该的。少奶奶，都收拾好了吗？魏将军。魏将军。咱们已经暴露了，他们来的人多，而且个个武艺高强。你们不走，靠我们父女俩是保护不了你们的。我爹说的对，他们很快就追过来了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追杀我？他们都是坏人。吴伯伯，你的眼睛怎么好了？我的娘，为什么叫你魏将军？孩子，这会儿没时间给你解释了。少奶奶，赶紧走，不然来不及了。天地之大，就容不下我们母子二人吗？娘，我不走，我又没犯法，看他们能怎么样。别说傻话，小少爷，那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。他们都不讲道理，你跟他们斗是会吃大亏的。那我去报官，把他们抓起来，咱们就不用跑了。快！少奶奶，赶紧走，不然来不及了。我断后，快走。走，快，快走。是是。你是干？你去。是。试试机关。哦，看来有人非等闲之辈。咱们一路追过来，不见可疑之人，他们一定有后门跑了。你们分两路包抄，
这次不能让他们再逃了。是是。快点儿！见不见？后有追兵！锦儿，你快走，别管爹了！哎，大家都快走！想死还怕没鬼当？上！是。Yeah! Yeah! Yeah! Yeah!
至死也不会告诉你们。那你只有死。哎，想抢功也不是这样抢的。我这可是在帮你。堡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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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小姐回来了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小的哪敢欺骗堡主啊。堡主您请看。大哥。小妹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？真是想煞为凶了。大哥，小妹身犯重罪，实在是怕连累大哥，连累万家宝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我们是一奶同胞的兄妹，妹婿他出了事，为兄的岂能袖手旁观呢？娘。哎，这是鼎才吧？哦，鼎子还不赶紧拜见舅父。朱鼎才拜见舅父。乖，好几年不见都长这么大了啊。这是舅舅最心爱的玉佩，就送你当见面礼吧。娘，快谢，谢谢舅父。谢谢舅父。好漂亮的知了啊。这个叫做金蝉脱壳，希望它能够保佑你平平安安，无恙无灾的。金蝉脱壳，好好听的名字呀，还有寓意呢。雪英啊，既然来了就踏踏实实的住下，就是有天大的事情，为兄替你顶着。谢谢大哥。还说这些客套话干嘛？秦管家在，快领大小姐到客房休息。是堡主。大小姐请。吁吁，你们来晚了，下马。姑娘，姑娘。姑娘，醒醒，醒醒！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姑娘，我们是路过的。爹，我爹呢？我爹呢？你看到我爹了吗？爹怎么了？我爹怎么了？我爹怎么了？节哀顺变吧，他已经去世了。姑娘，姑娘，哎，姑娘，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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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吁！禀大当头，插手的是一对妇女，已被我等顺利除去，可是不见朱鼎才母子。哦。可我明明看到的是三人两计啊。那是他们使的障眼法，想故意把咱们引到这边来。又上你们的当了。大当头，现在怎么办？由此看来，他把我们引到这儿就是往相反的方向逃了。是是，驾驾驾。禀报督主，您下有飞鸽传书。念。
安化王余部魏震将军已被歼灭，大当头正率余部乘胜追击。好，堡主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朝廷官兵追来了。这些个燕贼鼻子这么灵，这么快就找到这儿来了。贩子就要进来了，现在如何是好啊？这样吧，你赶快带秀英母子到密室躲一躲。是。山鸡缺了，不好玩了。娘，您在看什么呢？魏将军他们父女怎么还没有回来？娘，明明是吴伯伯，怎么是魏将军？对了，娘，您还没告诉我，为什么那些坏蛋老是追杀我们？好吧，娘告诉你，以防万一娘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好知道实情。不会有事的，还好你全身力气，也要保护您。真是娘的好孩子，不愧为皇族的后代。孩子，这件事儿啊，得从你爷爷说起。大小姐，快跟小的到密室，燕贼派人追来了。堡主怕有意外，要我带你们避一避。哎呀，盛少爷，先避祸要紧。快走，快走！你还管那些干什么呀？快走！听说您就是万堡主。在下正是万庆良，不知尊驾是？哟，原来是大内的厂工啊！有失远迎，还望海涵呐、啊，请。大小姐，这里十分隐秘。你们俩就暂时待在这儿，等他们离开后，小的再领你们出去。好，谢谢。万帮主，哎，我们这次来是为了……您知道我们是为了什么？产工啊，请恕草民愚鲁，草民哪里懂得产工的心事呢？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是来追及令妹与令外甥的，望堡主通力合作，莫要与朝廷作对。产工啊，自从妹婿朱台进谋反失败，全家遭捕之后，草民早就跟他们断绝了来往。再没有见过舍妹，草民从何交起呀？哦，可有人看到一对母子进到了堡内。堡主，你会不承认吗？这个，禅公啊，要是有人看见，那就请他前来对质，草民绝不推脱。要是没人看见，那还请厂工不要乌梁为奸，指黑为白呀！啊！不识抬举。军师，搜！是是。厂工，厂工啊！草民所言句句属实，句句属实啊！嘘，
莫要嘴硬，一会儿搜出有你好受。娘，您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？为什么那些坏蛋三番五次的追杀我们？孩子，你爷爷叫朱振藩。朱振藩？嗯，是当今皇上的表叔，人称安化王，管理整个宁夏。原来我是皇族的后裔啊。是啊，你爷爷勤俭爱民，深受百姓的爱戴。末将周昂。末将魏震。参见王爷。二位将军免礼，请坐。谢王爷。周指挥，魏将军，二位一起前来实属罕见，不知见本王所谓何事啊？王爷，大理寺的少卿周东到咱们这儿清查屯田数量，上缴的租赋加倍不说，还采取残酷的手段，上缴历年赋欠的屯粮以及未交的马匹。还有巡抚都御史安维学贪婪好色，将士之妻稍有姿色的一旦被他看中，都难逃被染指之厄运，令军营中充满怒气。王爷身为宁夏藩主，为何不管？谁说本王不管呢？所谓冤有头债有主，两位可知他们是何人所派？什么人？当朝的大太监刘瑾。王爷，再这么下去大明江山堪忧啊。王爷素有大志，何不趁此起义灭贪官清阉党，成就大事，挽救国家危亡？本王虽有此意，不知二位将军可否欲成？末将愿听王爷差遣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娘，快接着往下说，最后怎么就失败了？当初啊，许多忠贞将士纷纷投奔响应，其中有一个叫仇烈的参将诈降混入义军，趁机杀死了周昂。你爹和你爷爷双双失败，双双被捕。本来征讨大将右都御史杨义清大人主张只忠守卫，不究学从，可是谁知道那个刘瑾恐露罪行，怕皇上知道，坚决要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哦，原来吴伯伯叫魏正啊，是宁夏的总兵官。是啊，吴伯伯一个人逃了出来，因不满刘瑾滥杀无辜，就带着他的女儿隐姓埋名，保护着我们母子。原来是这样，当今的万岁实在太糊涂了，竟然忠奸不分。不要难过，等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搬到刘瑾，被爷爷和爹平反冤屈，报仇雪恨。娘的好孩子，娘会以你为荣。走。就是禀大当头，没有找到可疑之人。属下仔细搜过，一无所获。卑职也是。禅公，草民没有骗你吧？万不住，
话别说得太急，看看这是什么。这个不就是个普通的棋子儿吗？在哪里都有的卖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是吗？我怎么觉得是那朱鼎才的呢？哎，我说官爷，这个棋子儿上面又没写字，你凭什么说是朱鼎才的？不要血口喷人。都这个时候了还嘴硬呢？你信不信我一刀杀了你？这草民又没有犯法。我说你犯了，我会上报给朝廷，说你窝藏侵犯，持械拒捕。你觉得朝廷会听你的还是听本官的呀？你醒了，哎，不要动，你伤得不轻，最好不要乱动。你是什么人？总之不是你的敌人。凭什么让我相信你？你觉得目前除了相信我之外还有其他办法吗？我偏不相信。哎，站住，我们头是想帮你，你可别不知好歹。连你们是谁我都不知道，凭什么让我相信你？让开！我们是朝廷派来的。朝廷？原来你跟他们一样都是蛇鼠一窝。放开！冷静点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想害你的话，你还能活到现在吗？嗯，圣上知道刘瑾居心叵测，特命我等前来调查并搜集他的罪证，所以你大可以放心。那我就信你一次。我是前宁夏总兵魏震的女儿魏晶晶。哦，原来是将门之后啊，难怪英姿勃勃气宇不凡呐。我姓高，单名一个圣字，在神机营当差，他们俩都是我的手下。现在可以告诉我安化王的后裔在何处了吧？娘，我们待在这里有危险吗？放心吧孩子，俗话说得好，强龙难压地头蛇，你舅父是这里的堡主，他一定会保护我们的，他一定的。舅舅，那些坏蛋走了吗？他们不仅没走，还来看你们。鼎子，快过来！你们这些大坏蛋，来这里想干什么？小鬼，你敢出言不逊！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这是万堡主的地盘，我们怎么能乱开杀戒，不给万堡主面子呢？大哥，你不救我们母子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出卖我们、陷害我们呢？我这就叫爹死娘嫁人，个人顾个人。听说你棋下得不错，你们母子俩今晚好好休息，什么也不要多想，明天一起上路。你们这些大坏蛋想带我们去哪里？去你该去的地方。
听我的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回来，别问了。孩子，咱们母子的命为什么这么苦啊？大当头，属下敬你旗开得胜，立下头等大功。哎，若不是四位配合得意，本官焉能如此手到擒来，轻松完成任务啊？等到了京城，绝不亏待大家。干！干！味道不错。草民去应门。慢。你大小也算个堡主，这些下人干的活怎么能你去呢？就是你，去应门。我。是是是。你好，请问这是万家铺吗？没错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找你家大小姐。哎呀，我家大小姐早出嫁了，你到她婆家去找吧。老爷子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是你们魏将军的朋友，我们约好在此聚首。贩子已经追到这儿来了，我们大小姐母子出事了，你赶快走吧。真的？现在人在何处？哎，刚才应门那个人怎么还没回来？长工，我去看看吧。慢，这里面有问题。陈伯，你去看看。是。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是送柴火的来了。人呢？小的怕扫了大人雅兴，所以要他们明天再来，他们不愿意白跑，所以就费了一段时间打发他。吃。来来来，等等，你不能上。为什么？此次任务凶多吉少。我不怕死。我知道你不怕死，我担心的是你现在身上有伤，会影响整个行动的，知道吗？我必须为我爹报仇。魏姑娘，我们头儿也是为你着想。再说在外面接应也很重要。没错，魏姑娘，你听我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万一我们出不来，照顾小王爷的重任就全靠你了。孩子，这是一份血书，是你爷爷起义的时候为了表示对皇上的忠贞用鲜血写成的。这上面有刘瑾的罪状，还有很多将士的签名，你要好好保存，希望有朝一日能为他们昭雪冤屈，一定替你爷爷报仇雪恨。出什么事了？别说话，小大声。你是谁？哎，不要怕，我是来救你们的，快来跟我们走。你别耍花招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母子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儿。不，朱夫人千万不要误会，我是受魏将军所托。魏伯伯，魏伯伯他人呢？他已被阉党杀害了。什么？那我们母子也就没有指望了。娘，您不用担心，还有我锦儿呢。一定就是小王爷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头，快点！朱夫人，千万不要气馁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会尽全力帮助你们母子的。别再犹豫了，金晶姑娘还在外面等着呢。晶晶姐没死。
么还不出来啊？林子，快快快！金正杰，金正杰，小少爷，金正杰，接着我来了。小少爷，你还好吧？啊？哎呀，被那些坏蛋搞得够呛。周夫人，来，从这儿爬上去，我怕不行。哎呀，没事，周夫人有我扶着，不会有事的。快。那好吧，好吧。来，小心。不好了，快来人呐，有人劫凶犯了。金正杰，快帮我上去，我娘有事了。小少爷你放心，高大人在里面呢，他会保护你娘的啊。来，朱夫人。哎呀，我的脚实在太疼了，走不了了，你们不要管我，快快走吧。那怎么成啊？我真的走不了了，你们把我儿子照顾好就行了，快走吧，要不太危险了。怎么办呢？走，快走。你们先走，我断后。快走，快走吧。算了，高大人。啊，我有一事不明白。说。你有马不骑，为什么还要赶步行呢？这在战术中啊，叫做欺敌。什么叫欺敌呀？就是在敌强我弱时，把对方带到沟里去，我们啊好趁机脱逃。想不到您的战术还能像棋一样。邻居爱马偷吃炮。哎，小王爷会下象棋啊？四角方方，天罗地网，一颗棋子，攸关存亡。可以啊你，啊，有机会啊，咱们对弈一局。下就下，谁怕谁呀？不过。不过什么？不过先得把我娘救出来。先生曾经教过我们，人要是不孝顺，那就连禽兽都不如了。我自投效神机营，只是为朝廷效力，连回家的机会也少了，更别说是孝顺了。惭愧啊。走。快点走。进去。说吧，是谁带走了你的孩子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孩子英，我本想善待你们母子。陈豹，在。掌嘴，是。你到底说不说？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要我说什么？说什么？大当头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人，他一定知道。谁？万家堡的管家。哦，就是你，去应门。我。对，把管家带上来。冤枉啊！小子啥也不知道啊。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喊的什么冤啊？看来嫌疑重大呀。
小的真的啥也没做，大人你看看。我们东厂有夹棍、脑箍、拦马棍、扳指等18般法器，可惜一样也没带。哦，嗯，王香，把他指头剁了。是，过来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和小的院长，小的院长，贱骨头，算你识相！是魏将军的朋友，他们约好来这里。原来你早有预谋！不不不不不，长工啊，冤枉，天大的冤枉啊！草民自妹婿出事之后，两家就一直没有来往。昨日才跟小妹相见，哪里来的预谋啊？请长工明察，请长工明察呀！你们不要冤枉好人，这一切都是我预谋的。你们不要滥杀无辜，要杀就杀我好了。杀你？你想死？来吧，我偏不让你死。你死了，谁把你儿子勾出来？我还真想跟你切磋切磋，小王爷。啊，高大人，嗯，我们这下终于安全了。哎，是啊。你们看，那个人在干什么呢？姐真好玩，简直是特工蛋，想全天地看。好像是在下象棋吧？这荒山野岭的。还有人下象棋呢。哎，小少爷小心，别乱跑啊。哇，还有这种下棋的方法，真新鲜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冒失鬼，破坏了老夫下棋的雅兴啊。哎，老人家，对不住了，孩子喜欢下象棋，可能有冒犯之处，请老人家见谅。真是没想到你小小的年纪也是个棋圣。怎么样，来一局吧。下了半天胜负不分，好像并不怎么样。哎呀呀，真是气死老夫了，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竟敢来批评我这个棋圣。嗯，你下这种棋还好意思称为棋圣？没错，这十里八乡的人，大大小小，没有一个能赢下老夫的，所以他们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尊称啊。我也是我们镇上的棋圣，要不对弈一盘？棋圣遇到了棋圣，看谁是真正的棋圣。好，这样吧，老夫从不以大欺小，车马炮我都可以让你。不必。好，要是老夫输了，那么老夫就拜你为师。如果你输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啊，任凭你处置。小少爷，你可不要太自负啊，这位老人家一看就是位棋圣，你可不要目中无人呢。啊，知道了。嗯，那就来吧。我下象挡车，反而将你一军。哎，反将我一军？你输了，还是乖乖当我的棋童吧，啊！这光天化日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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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是他叫万秀英，是安化王朱振藩的儿媳。他随夫婿朱台进协助公公密谋造反，犯下了滔天大罪。
虽然朱振藩、朱台进父子已被处决，但是朱台进的儿子朱挺才至今仍然逍遥法外，我等奉圣上之命，缉拿叛逆余孽。若有知情举报者，朝廷必有重赏；若知情不报，必遭连坐之罪。都听明白了吗？好生的看管，没有本官的命令，谁都不许进京。是是。看好了，是。哎呀，这夫人太可怜了，这夫人太可怜了。救救我的孩子！救救我的孩子！师父，请用茶。哎，别乱叫。老夫只让你当乞童，并没收你为徒啊。你说的是？哎呀。老夫这些天呐，气下多了，这肩头啊有点酸痛。哎，我帮您捶捶。嗯，啊，好，好，好。嗯，啊，舒坦，舒坦，舒坦。把我们家少少爷当什么了？他？不要冲动。干嘛？别冲动，听老人家怎么说。太过分。哎，小娃娃。嗯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顶子。顶子？嗯，老人家，您贵姓呢？老夫的姓名，好久不用，早就忘怀了。不过，认识老夫的人呐，都管我叫冬瓜老。冬瓜爷爷。哎。那您能把您的棋艺教我两手吗？没问题，摆棋吧。好的。咱们人的一生啊，都是在跟命运下棋，别小看这棋子，这里蕴藏着许多大道理。平时人的消遣和娱乐，再加上锻炼智力，可是打起仗来就可以排兵布阵，大破敌人的兵马。真的吗？那还有假？小顶子，你要记住，这世上的道理都是一通百通啊！啊！水，给我点水。小少爷，高大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小王爷也许是做噩梦了。不行，我要去找我娘。等等，太危险了。你想想看，燕贼正愁找不到你，你却自动送上门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羊入虎口，自寻死路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去。小少爷，你要乖，要听话。要是你们害怕，就待在这里。娘是我的亲人，我不能丢着他不管。没错，人生只有一个娘，老夫最欣赏有孝心的人。好吧，那咱们这样，明天我去查探一下，看看情况如何，再做决定。没错，外面乌漆麻黑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不要把坏人当成好人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好吧。干嘛呀？拉个钩，不许骗人。拉钩钩，真是人小鬼大呀你啊！来。看这个夫人真可怜啊，这大门都是大爷的错呀。
这个人不就是站住！大家听真切了，我们大当头说了，朱鼎才必在这附近。听说他很孝顺，也很会下象棋。大当头不愿欺负孩子，愿给一次公平的机会，所以以一盘棋决定胜负。望有知情的人尽快转告他来赴会，切莫错失了良机。我要去跟他对弈。小少爷，你不能去，这太危险了，这明摆的就是一个陷阱，你可不能犯傻啊。是啊，小王爷，魏姑娘都看出来了，你何必去送死呢？不行，我非去不可。小少爷，你听话，千万别犯傻啊。我们先生也说过，百行孝为先，明明我知道我娘有事，为什么还不去救她？要是不去救她，那就是天下最大的不孝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老夫就佩服这种人。你勇敢，那你陪他去啊。要是在早些年，老夫定会义不容辞。哎，老人家，哎呀，现在是因为我这条腿呀。你的腿怎么了？哎，老夫当年任御史，因为看不惯阉逆所为，就亲自参了他一本。哎，没想到受了重刑，所以才落得今天这个地步。想不到老人家还有如此经历，方才他们两个多有冒犯，还望前辈恕罪。哎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老夫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倒是小王爷有难，我虽然有心去帮助他，可是力有不足啊。你怎么知道他是小王爷的？老夫这一生啊，阅人无数，不会看错的。老人家，你能点拨后生几招吗？老夫跟你一样痛恨阉宦，我要是有那个本事，早就自己除掉他了，还会吝惜残力吗？这叫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怎么做才能救我娘脱险呢？爷爷，当你面对死局时，你会怎么做？死局活下。哎，什么叫做死局活下啊？就是面对死局的时候，一定要冷静淡定。所谓好生焉长生，怕死其不死，唯有不怕死方可得以生。你的意思是不会因为怕死他就不死，也不会由于贪生他就能永远的生存。当人面对死局时，只有那不怕死的人对眼前巨变处之泰然，才能渡过难关，找到一条生存之路。对，这跟咱们有关系吗？当然有，现在我们不就面对死局吗？如果一味贪生怕死逃亡，早晚都会被杀。反过来说，我们要是回头一搏，给他们来一个意想不到，或许还能败中求胜呢。刘瑾权势通天，号称九千岁，连当今圣上都得听他的。属下此次前来是奉张勇大人之命，暗中搜集他的罪证，不能直接参与此事，所以。好吧，你有困难，我不能勉强你。就像我娘有事，我无法置身事外，是一样的道理。高大人，你看在小少爷一片孝心的份上，你就破例帮他一次行吗？头，要不咱们
这次插手已经算是破天荒了，我丢了性命不要紧，可张大人会受到株连的，明白吗？哼，大明都快完了，你还顾忌什么张大人？哼。长工啊，这是上好的贡茶，请您尝尝。哦，清香扑鼻，果然好茶。长工啊，您看是不是把舍妹放下来吧？好啊。多谢长工，多谢长工啊！本官还没说完，不如请堡主代替舍妹吊上去如何呀？别别，草民，禀大当头，那孩子来了。果然，他带了多少人马？就他一个。想必有诈。雷虎王向金石陈报。在。按原定计划，你们带人埋伏在两侧，若有人胆敢接近，格杀勿论。要严格做到九千岁交代的瓜曼超，这次勿把所有牵连之人连根拔起。是。舍命前来，你这个做母亲的怎么这么不了解自己孩子？赵王爷，我谭鑫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你这种孝子。是吗？大坏蛋。我是大坏蛋，可我也是大坏蛋里的孝子。那你就快放我娘下来。不行，你必须赢了我这盘棋，我才会放了你们母子。那就别耽搁时间了，快下吧。钉子，不，钉子。哎，不要影响了小王爷下棋的思路，那可是关系着你们母子的性命。娘，您放100个心吧，我一定会赢的。红方只有双兵一炮一马，黑方却有四卒双象一车一炮，摆明了黑方胜券在握。小王爷，为什么还选红方？两只小卒虽然比不上你的车，可你别忘了，蚯蚓也能降蛟龙。有志气。小王爷请。炮3平4。车6平8。
挑的人，这个是我爷爷起义时留下的讨厌檄文，要是我回不来，你就去京城向当今的万岁告御状，为我爷爷和爹爹申冤报仇。小王爷，就凭你这么孝顺，我高某豁出去了，纵使血流五步也要帮你。我也一样，小王爷。太好了，这叫做孝能感动天哪。什么声音？你开炮了？炮？没有啊，小王爷，我一直在平居啊。今晚根本没沾酒啊，咋掉下去了？那会是什么声音？这么吓人？说不定谁家在做喜事，放鞭炮。小王爷，快下棋，救令尊的性命要紧。那是那是，独足可擒王，助阵逼九宫，马二退四。别动，你腿叫什么？属下背后火火辣辣的，好疼啊！哎呀，好疼、啊！怎么又午休烟了？好像是火气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江湖血气营哪有这种血气兵器？没错，是神机营的人，他们听你看见张勇，专门跟董卓作对，来对付咱们的。这些王八犊子，分扯后腿，不能任由他们打，下去跟他们干了。好。居六平八，孩子，娘知道你的孝心，可是你太过天真了，这是他们的诡计，你就是赢了，他们也不会放过娘的，知道吗，孩子？退七！
做梦啊？你可不讲诚信。哎，我这个人最讲诚信。我说的是，若你赢了我这局棋，我便放了你们母子。可我们现在是和棋，况且你们是朝廷钦犯，我若除去你们母子，便可以回朝廷领赏了。钉子，快跑，快跑！他们是在骗你啊，孩子。娘，我不怕，我一定要救您。拿命来！哎！就你这两下子，还差得远。别！别别！太狠了，连孩子都不放。那都是九千岁的意思，我也是身不由己啊。老高，念在我们是同僚的份上，你就饶我一命吧。放过你，那你为何不放过他们呢？我。
现在女儿终于为您手刃仇敌了。快把大小姐给我解开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大哥，多谢多谢你。小梅呀、啊，都怪为兄的没有本事，保护不了你们母子啊。哪里呀、啊，大哥，是我们连累了你。说这些，娘，顶子，顶子啊，舅父，哎，顶子啊，真是英雄出少年呐、啊！别看舅父年纪大，可不如你呀、啊。顶子，快，快去谢谢，跪谢我们的救命恩人。是娘，快，哎，小王爷，小王爷快起来。高大人，你还好吧？哎，还好。可是我那两个兄弟……哎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哎，朱夫人，卑职此次回京之后，会将这件事如实呈报给张大人，他定会参留进一本，让圣上降罪惩治。不知朱夫人和小王爷今后有何打算？哎，我和顶子只能离开这个地方了，因为我们的行踪暴露了，我跟孩子只能浪迹天涯了。不，娘，还另有打算，说来听听。经过这一次，我受到了高人的启发，忽然我觉得只有置之死地才能后生，所以我要趁热打铁，拿着讨厌檄文为爷爷和爹爹伸冤报仇，跟高大人一起上京城向万岁爷告御状，出其不意